因为每一个火锅店哦，这勾不勾？最重要的就是火锅料理，是不是？也、就是算是秘方之一。厨师，不，他还没放牛油呢。啊，对，就是牛油。要放多少呀？你先加嘛，加两桶。这会炸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哎，我第一次见油炒油。这个我也牛容易化，要是全牛油的话，它一会儿就糊锅了。哦，现在是炒料不是那个姜是要切的吗？对，切成片就行了。切成片儿就行了哈，大片小片的。对，就这样子可以。它需要去皮吗？不用吧。没有。哇，它切的像饼干一样。它这个火锅的就是片这种片儿。对。但我觉得它切的很好哎。我觉得就是这种，你看，差不多吧。还是快，慢点慢点，哎，好，好，很地道。然后加蒜，貌似还可以。加蒜，两撇。茴香，茴香，茴香。丁香，茴香，茴香是这个。多点。茴香大概有多少？直接倒进去了。对。对，快，继续，继续，好。复现，哎。火锅好了，火锅好了，火锅好了。你们不尝尝它的味道吗？拿筷子尝一尝呗。你这个让肝肠对，这就是肝肠，从来没这样吃过火锅。而且对，拿一根筷子其实是很有讲究的。宫里头啊，大太监、皇上在吃前都要这样尝一下。哎，你们也站着尝一下。自打你们进宫，你们确定啊？本宫也没教你们什么。这个能尝，哇，那么辣！好辣！不是你们俩都蘸的是油，当然辣了。不信你不辣，我的还可以。辣不说呗，还行。浙江卫视周六晚10点，熟悉的味道，爱药。你知道。